这里就是圣水奇泉。它这里矿物质太多。矿物质太多，啊、哦。这里放了这么多火山石。这个小房子里就是泉眼，然后盖了个木屋，里面好像是个大水桶。哟，你在这儿别动。它这个出水口啊，哦，很凉。听说常年温度保持在2到3度，非常凉，冰爽。有6个出水口，小心点吧，给我留点吧。看了一下介绍，这个泉水是由地下2000米以下的水喷涌而出。听说以前水量会更大，然后这一片都是湿地，包括现在，这底下就是湿地的一部分。水量大的时候，听说这边都可以游泳。哦，还有很多的小鱼，这里的鱼肉质一定不错，泉水养大的。这个走廊长达2.5公里，我们转一圈，这样溜溜塞拉。他今天状态不错。现在游客不多，早上8点钟。妞，你不下来，你下来干嘛？200块钱你要下来吗？你不下来，等一下吧啊！不让搁这待了，这边房屋一溜。哦，全是。全是了，完了，人家这车停车位都没有了，完了后来都撵到街里去了。哦，哎，你手套掉了。哎，那往那边走，走哪儿了？不是，快给我往里拐去。好好好嘞。高峰期的是，那谁让你往前开的？哎呀，没注意啊！这就往里开，往里开，往里开。原来是个单行线，但我出来的时候没有看到单行标志啊。哦哦，竟然把我美到了，这一片全都是这样的。金黄色、黄绿色，近距离感受一下，真的像童话一样。这里还有一个小木屋，好像是没人，关着门呢。哇，这可以，不单没人，里面空空的，这玻璃都坏了，后面玻璃全坏了，什么情况？
啊，太漂亮了。今天下雨，我在想我要不要去森林里，这里还能直接过去到那里，那里是一片白桦林。我去完森林还要原路返回走这里，我在想我今天住这儿还是回来住这儿，先去森林吧。森林公园的大门，我得先加水啊。这个加水点还关门了，疫情期间暂停开放。那我上那儿加水去。到森林里没水不行，这事儿闹的。你好，您这是自来水啊？我能加点水吧？加不了，这个马路怎么水泵泵不来？哦，你们这是井水？对，底下抽的水。哦，那那个就往那个柴河那个方向直走，直走那不是景区吗？啊，就这样，就从景区进去。从景区那边直走进去。啊，那里面有水吧？这井房就有水。哪个井房？就这黄房，就这个贴红那个的。哦，好的。它能大大几级那大管子就出来了。哦，也要抽水？不会抽啊。哦，好的好的，谢谢。原来他们喝的是井水，应该就是这个了。没动静呢。哦，可以啊。水量够大，在这儿加吧。水质还是比较清澈的，有一点残渣，井水都这样，还挺快。几桶就加满了。今天是下小雨，要是不下雨的话得多美呀，金黄色一片，叫阳光普照的时候多漂亮，没想到这么 beautiful 啊。这里不错，但是不让进了。森林中的一个湖，哦，这里可以，还能划船，哦，金色一片，我得找个河边开干吧。这就尴尬了，这边在修路啊。不要往那边走，是吧？全是烂路。好好，感谢。我退回来了。谢谢。好，下来一泡牛屎，这不是我风格啊！这么善于找野地的人，咋会找不到注册点呢？这是个下坡，能到河边。哎，还有人，过去搂一眼。这个可以到河边，那边有一条土路也能到河边，我看哪个好。那妞看着我呢，先看一下地形。这是个大斜坡，如果下去下面要掉不了头的话就要倒上来，那难度系数就高了。哦，这全都是火山石啊，这全都是火山，火山的石头。几头牛都望着我呢，啥意思啊？